说好的性感睡衣呢？怎么又变成幼儿园风？我期待的也是性感睡衣啊。媳妇也不说一下，偷听我说话呢？偷听倒没有，就是想看看你还有什么坏心思。我还能有什么坏心思啊？都怪程思，房车也租了个寂寞。我挺满意的呀。 半夜偷偷潜入，留在了莹莹可的梦里。小闭会说话。这地方风水不好，我先上了，你们继续。我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剧情吗？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属鸽子的，还被这位大叔放两回。 实属人生重大失足。陈爹不至于啊。对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他干嘛放依然鸽子？只能说陈爹的秘密，谁也别想猜。陈爹有什么秘密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肯定是帮亲不帮理的。不过。 老婆的陈爹和绝情的依然，看来算是配对配上。那请问这位睡美人应该和谁相配呢？睡美人当然跟王子配啦。王子呢？嗯。你还有其他王子？谁姓王啊？啊？你们同事？谁姓王？你去吧，小伙子。哎，你待会儿，你先去，我不怕。时间还早，要不你再睡会儿？ 天都亮了，你不怕没人发现？他们不到中午起不来。以后拜托你以后不要搞这种公费旅游了，我心脏受不了。嗯，这不给我个理由下回约你吗？脑子里总在想什么呢？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你脑子里想的东西。我想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得问这位公主大人在期待什么。你在期待什么？我在期待你给我做早饭。那你纯属想多了，跟你想多了，怎么可能给做早饭？ 徐光熙，你给我过来！哎，别乱来啊！你是变魔术的？喜欢吗？嗯。好吃吗？ 什么时候做的？你猜。